真是的，晕船晕得我快难受死了。你来旅行吗？我来找我父亲，他现在在住进村。那还真是伤脑筋啊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没听说吗？纯白森林那边好像出现了一只凶暴的宝可梦啊。哎呦，这雕工还真是细致。你是第一次来喜翠地区吗？不是，我每年都会到纯白森林收集木材。我觉得差不多该把这些技术传给我儿子了。哇！哎呦！不！哎，小心！哎呀，令郎还真是有精神呢。不好意思。等等，那座森林里有宝可梦，听说它非常凶恶。什么样的宝可梦？爸爸看过它吗？它叫索罗亚克，传说它是受到人类迫害的宝可梦，丧命之后转世而成的。受到迫害？为什么他们要做那么过分的事？哦，人类跟宝可梦是没办法共存的。我可以过去那边看看吗？不要走到森林深处。